现在是2017年2月22号，我们来台湾的团体来到了土林。土林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一个是自然风化的地方。你要看这些意象，要凭自己的幻想。它有佛祖，有山林，有希腊神话，有希腊的神庙。所以呢，让大家看的人自己来看，这像什么？现在这个是希腊神殿，奥林匹克、奥林匹亚的希腊神殿，在这个地方。好的，大家静静的欣赏。哦，真的漂亮，连声音都进去了。对，真的漂亮。我们这不是分支，我们还没有走到主要道路。真的吗？请大家往下面忠孝东路走好吗？216巷不能走。我要走中山北路啊！啊，没有办法。忠孝东路，等一下才会弯到中山北路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误入歧途，就对了。